欢迎来到养生堂，这里是收容身心受伤。您好，需要帮忙吗，女士？老话说得好，千里之行，生把他放下。放下武器，女士。你真可你苦练了八年，就这点本事。过度依赖天赋将给你带来毁灭。再试一次，加把劲儿。八年，就这。
再好些，更努力一点。夺走了你父亲的性命之后，我救过很多人，但你无动于衷。你年轻时修行不够刻苦，现在依旧这样，太可悲了。加把劲儿，你个蠢货！我看到你的身体不听使唤了。打得再好些，更努力一点。
行。